接好你哦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出事在中国浙江的渔江美玉事故，十六岁父母就带他跟国民政府来台湾，因为战争他们离开故乡来台湾开始新的生活，慢慢也把这当作是第二的故乡。经历这样的坎坎坷坷，自古也大汉嫁翁，有自己的家庭，而且生三个孩子。不过后来自古遇到人生的不幸，操烦的事情一件接一件，到底他要怎么来面对这些困难呢？我们就赶紧来看他的故事。美玉师姐出席在中国浙江象山县，一个面积仅有0.44平方公里的小岛渔山岛，岛上的渔民抓鱼啊，卖海产，日子过得单纯朴实。一直到回仁基来啊，1927年以来，中国发生过两届国共内战，沿海渔山岛被嫌国民军游击队退守山壁的战地，老百姓一天天米炸弹，困防空洞。机关枪的枪击下，哒哒哒，面对过这生死的场面，美玉师姐一世人也无法度放袂记。回到厨房啊，煮羹汤，拿起针线呀，缝衣裳，样样会呀，样样长。谁要娶那好姑娘？赶快录音，把兵当。谁要娶那好姑娘？赶快录音，把兵当。那个愚昧啊，他有武功的啦，女将军啊，三看愚昧啦，三看就是偷看那个公主啊，要偷看三次，那公主长得很漂亮啊，咱们也在这边偷看她。皇家的小姐才叫愚昧的，愚昧，皇帝的妹妹，皇帝的妹妹，皇帝的妹妹，对呀，才叫愚昧啊。杭州药，对，他是杭州药，好几种，固脑的啦，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的啦，还有睡前的啦，都给他分好了。这是高血压的啦，这是高血压。状况退化了。退化很厉害，退化比较厉害，所以现在我哈都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出去做什么事情，因为我在家里哈，有时候我出去他会这样说。你一出去啊，我觉得我好像就没有安全感了，他会这样讲。我说我等下就回来了、啊。
礼拜一哦。来，礼拜一的药啊。庄老他就知道，我给他讲，有时候我叫他给他讲礼拜几，他上来自己拿；有时候我给他弄个小杯子啊，装下去给他吃，这样就不要上来了，这样。好、哦，记得很。嗯。今天礼拜一早上吃过了，晚上吃过饭还吃这样。睡觉的时候，昨天晚上你都没有给我吃睡觉的药。嗯。你看，昨天晚上都没有吃。嗯。我忘了跟你讲，你就没有吃了。老范，这样子马上就被抓包哎、欸。哎呀，抓包。嗯、不抓。抓哈，刚问他多哈，刚问刚问嘿，叫叫较济，叫无法的时阵，他知影讲哦，靠感动。你听到我去叫啦，叫过来。哈，叫做爱心的，较袂安尼死鬼当分手。无啦，我即马无咧叫不做。那我即马去叫就是叫哈，我拢叫叫啦，放假啦，啊人也要客客。咱来来只叫叫物件等你。你即马是安怎？退化嘛，可能安那退化，唔该一白白赶快退化。不知道啦，不知道，有时说话就现在讲讲而已啦。伯伯，这个要怎么分啊？伯伯，这要怎么分啊？现在是些报纸的报纸啊，报纸捆在一起，乱七八糟的纸，放乱七八糟的纸捆一起这样，可以看。你们怎样的哈？你们？其实他语速很好，像昨天你们看见那个韩剧，一个老先生啊，他也是出去，怎么找啊找不到家，家里面好着急，他想不起来家在哪里，结果他哈一直想着我怎么办，没有找不回家，后来头脑一下清醒起来哈，我也带身份证，结果他把身份证就拿出来交计程车回家了。他们有时候一阵一阵的啦，我现在有时候很清楚，有时候很清楚，有时候他忘记了。我们跟那个岛上算上只有300多个人呐、啊，连小孩子、大人上，阿兵哥不算了、啊。阿兵哥有一营的人，一营人住在我们那边，这样。我差不多十几岁，差不多十三二岁，那个时候就去海边。冬天差不多，冬天哈，差不多十月中间就有紫菜，拔紫菜。夏天就是打那个蛋菜啦。我们那边冬天会结冰呢，下雪啊，结冰啊。我们那个草房子啊，不是有那个须须吗？它那个雨下来的时候，那须须都会结冰啦、啊。做的时候就是要上山下海啊，我们都穿草鞋啊。不是说怎么苦啦，就是说做哈，人家一般女孩子没有做的我这么多，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很节省的人，因为他从小哦就没有爸爸了，我爸爸12岁就挑起家庭的责任，所以他就很严这样，你们一样差不多吧，差一点要修，啊我有去念了几天啦、啊，那个时候读书是叫什么名额，我离家已经有。半个多月那个哈，我去读了15天呢、啊，去读15天回来就是说我妈妈生我那个生一个妹妹，现在在台北那个妹妹，我大她8岁，我回来洗尿布，所以没有念。啊，来台湾的时候有念那个晚上的那个民教班呐、啊，我不会讲国语嘛，从那边学国语哈，他教那个注音嘛，波波摸不是学国语嘛，就从那边也是念了没有几课了。就去做事的，就台东也是给人家看小孩的，一直都这样过来，糊里糊涂这样过来，嫁给军人也是生活很苦啊。
三百块钱起来下去，哦，那个心都跟着下去上来了，这样。1955年，对着国民政府大陈岛撤退作战计划撤退到台湾，梅玉师姐一家七个人就想买一批撤台外省移民，都安尼离开祖细汉出世大汉的故乡。比如说像澎湖，对不对？金门、马祖一直要守住啊，你说要保护台湾呐、啊，要守住那个地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因为我们就是从出生就在那个地方啊，啊，大家就守住那个位置啊。后来一直没有办法，浙江山那个哈、哦、已经淹没了，打没了，没有了，所以要撤退了。大陈一起退，大陈头一天过来，我们玩一天。因为那个岛都靠得很近嘛，打一仗上之后，我们那个地方都会动，炮打还动，那个地方好像海，说那么远的海，三四个小时船呢，那个地方还会震动。那我们这个岛是，你不走不行了，所以大家就说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了，来的时候带一点随身带的东西，什么都没有带。像我们走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我们自己养的那个家禽啊，羊啊，什么猪啊、鸡啊，看到在蹦蹦跳，我们心里也是很痛的。那个时候走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带。没签同意书，没开说明会。包括款款的爬去船顶，那一年他当时上青春的16岁，所以已经体会到战争的可怕，不安跟分离。大时代的苦，美玉师姐会当承受，因为至少上爱亲人拢各地的辛苦病。你说结婚之后？结婚之后，因为嫁给军人嘛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那个时候都领那个粮食了哈，有领米啦，有领面粉啦，都我现在都不喜欢领米，他都领面粉回来给我做。他喜欢吃一些什么葱油饼啦、啊、菜盒子啊，而我自己就要学着做啊，馒头啦，揉这个哈要揉有劲，要练很久、哦，要给它螺丝光亮，两面光，三面光，做馒头就要光。水饺皮也是这样擀啦、啊，这样擀小一点啦、啊。叫他擀来擀皮，他说他不饿，我都听到你。好吧。好。你那个拿过来，来包。什么？这个。嗯。你用切的，等一下用切的，这样。这个、捏起来就是说给它叠起来就对了，这样叠起来，这样。好，谢谢。你会？嗯，会啦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嗯。对了，现在对了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，一次就成功了耶！对了，第一次就成功了呀。对了，那一集就很好笑了。菜少一点就是了啦。对啊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宋宇轩，没卖哦，没卖了，第一次，师傅等一下各自认领哦。小时候就这样子啊，爸爸擀面我们包啊，水饺啊，包子啊，就这样子，有点在回味小时候，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啊。为什么你有学到，新好没有学到？因为新好比较小，刚刚差他年纪蛮大的。叫男孩子啊，比较没有说出话的事情了，以前的。小时候要帮忙做蛮多事，生活是没有过很好过了，因为军人生活薪水很少嘛，就要靠我们做一点手工啊什么，所以我们大女儿比较辛苦，回来都会帮我做一点家事，洗碗啊、擦地啦、啊、这样，我就要做手工啊。其实我们家已经过了，真生活真的很欢乐、很欢喜的，尤其我们那个小女儿哈，她很幽默，所以我小女儿那个时候哈。也是这样子，晚上那个时候，他做护士嘛，他一直说做那个大夜班，都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大夜班？他说我们家里生活哈都是不是很好过，爸爸年纪大了，所以我要多赚一点钱，这样，所以他就很两个女孩子都很乖啦，就是男孩子是很乖，就是比较老实一点啦，
忠厚老实啦，好像呢家里面生活不好啦，好像呢孩子都会很体谅，他们也不会配合的。好松，那也很漂亮啊，就是可以吃的，很久没有做了哈，也比较失败。来，是有家的味道，有家的味道哈。他的衣服哈没有，就剩一件了，就给他拿出去的，捐出去的了。那干嘛？没有，那边灯开开了。啊，嗯，国中拍的了，现在已经30多岁，在的时候就40岁了。嗯，新华，哎，新华61年了嘛。娃娃他什么时候买的？是过？以前他在的时候就买了，放在他床头上面的。这个，是他打棒球的套。哎，我下面有个棒球，哎，对。我下面一粒球啊，一粒球我留了。哎，这个是他那个打棒球的套。他也玩这个。嗯，他玩这个，但女孩子她玩这个，她很比较外向哈，啊，活泼，啊，很孝顺。她要回来，她每次跟我讲，她妈妈，我打电话回来，你不要煮饭，我带你出去吃饭。我说不用了，妈妈煮就好了。哎呀，我回来你就休息一下嘛，我带你出去吃了。我说不要，我就很省了。他说你就像台湾阿信一样，都一直这样，就在家里顾家里顾家里这样。他会讲我了，他说我妈妈都省一辈子，省一辈子。我说家庭环境怪，我说你爸爸如果赚大钱的话，我就不要那么省了。哎，上面那个好像蜂窝呢。鸟窝了，鸟窝蜂窝。嗯。但你来这边是看谁？我有过去的女儿。嗯。她叫什么名字？玉信华。那个时候，我听你讲，看到处刚看了很多地方。觉得这个地方最好了，最清静了，所以才给转过来了。这样，那以前他自己一个人常常跑来呢，我都不知道，骑摩托车自己会跑来。我问他去哪里，去看新华。那是很早以前，好几年以前，他知道头脑比较清楚的时候。他也很疼这个女儿。最疼，我三个小孩子，平安心讲，我最疼这个小女孩，因为她比较贴心呐。像你看到山那样的啦，哈，看到山那样的，他看到爸爸就说：“老爸。”这样，带我去的时候，他那边插了很多管子在那边，我就给他叫一个，我叫不起，我希望妈妈来看你，你为什么不起来？我那时候一直在那边哭，我都不晓得怎么个头脑，都不是一直叫他就对了，一直叫他，我说你赶快回来，赶快妈妈来，你赶快回来。这样没叫，后来我一直呆呆的坐，他们后来都我先生过来了，过来我说你一直叫，赶快把新华找回来啊，把新华找回来这样。啊，我先生他是男人嘛，他就给我肩膀拍拍，他说你不要这样子了，这样子新华会很难过了。在10年前，上疼惜的细汉查某囝意外亡生，梅玉师姐逐天想，伫咧厝里哭半年。于伯伯嘴虽然无讲，伊嘛是同款艰苦，敢若会当摕毛笔写落来一句一句的思念，一直甲伊做志工合作。梅玉师姐才学会晓放下，嘛借这个逆境把握付出的音乐，都好残存查某囝，予伊的无声祝福同款。他心里可能就是他不太会去说出来啦，那但是他会自己去看佛经啊，或者说看一些好话，他就把它写出来。他会看着写，去写一些东西。其实我觉得这个
对他无限生命来说，应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。虽然他不说，可是这个东西慢慢进去都是善的东西嘛，那也是佛法的东西。现在一直这样下来，我就想开了啦。后来就是遇到何师姐哈，带我进来做那个做慈济哈，我也是要感恩她，也感恩新华了。第一个要感恩新华，没有新华我也不会走上的。再来感恩慈济跟师父，师父也开这一条慈济路让我们走，让我去走进去。所以做环保那个时候哈，何师姐第一次跟我讲说嘛，我不知道什么环保。后来我越做越做，说能够路走路欢喜。老爸。不会了，风这么多累啊！不会，不是累，他说风这么多种类，你要讲种类，就这么多分类了。底下底下，都在，刚刚底下玻璃底下。人家是老家地方，很多人来了，我们邻居走一走就很多人来了。四年没有。三年级、五年级、高二、六年级，小朋友能做的，我就邀约他们来做。我说你们从小就知道环保怎么做。哦，你来了，玉奶奶，你来了，他最厉害了，会做。好了，我说好了，一当做上好年了。哦，我那个一当勇勇啊，哈，不要做环保，我的做环保，带动我们邻居那么多人来做。做环保爱地球嘛，哈，爱地球爱环境嘛。啊，这村民隔壁人喝酒。喝酒，吼，你看未时间还未到，我未来，侬先来啊，特别。跟他聊天。这是什么？神啊！那我们师姐哈，大家都会到家里来安慰她，好啊，希望她走出这个低潮期啊，哈，让她希望她心情开朗一点啊，把这一件事情告一段落放下，然后再出来做环保。我希望我们就是希望她在做环保的当中，能够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梅玉师姑阁会记诶，细汉查某囝捌讲过，若是有机会想要去组织朋友做工课。虽然这个愿望已经无法度实现，啊，毋过回想做志工诶因缘，是查某囝介绍，伊就感觉这是一件让人珍惜诶代志。虽然即马后生阁爱照顾，先生嘛需要伊关心，啊，毋过因为接受佛法，让师姑有阁较侪勇气去面对人生诶困难，伊知影。只有放下烦恼，才当平安自在哦。草根菩提，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台那个大陆有个如意娘娘庙嘛，嗯，那个娘娘哦，现身，嗯，现身的时候哈，画了很多那个女兵啊，骑白马的，嗯，就对着那个拿那个枪对着那个船打，啊，后来那共产党就跑了就走了，他说哦。他边那个小岛上面好多女兵都骑马的，嗯，就是这么一个故事，就上那边来了一个故事，就那边来。后来共产党船就没有来过，嗯，没有来过。